随处租借，随时都可以停放。欧派克打着轻巧便利，短时间在台湾串红，会员数冲破百万，随时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。但便利过了头，开始产生问题。拖吊厂工作人员忙着卸下违规停放的单车，超过1200辆违停欧拜克就堆积在台大校区内，宛如单车粪场。最困扰就是，欧拜克公司他没有来做处理，这样对，因为数量蛮庞大的，造成我们存放的场地有点不足。去年欧拜克分两次领回560辆，当时校方每台收50元违停费用，但还是没有找到解方。今年比照北市府标准，拖掉一次收100元，保管费每天50元。台大专员就透露，欧拜克不愿领回，只好诉诸法律行动。路边啊，然后说树下什么之类，就是机车格，然后就已经没位置了，还停那边，或是会妨碍到那个景观。统一处理比较好吧，因为这样子不打算处理也是导致这个市容的乱象。共享经济带来便利，但违停却造成冲击效应。欧派克负责人手机关机，没有对外正式回应。一来一往怎么解，恐怕还得持续僵持。三立新闻张德胜、刘雅文台北报道。